12年的人生，10年的艰辛动漫手绘，刚开始什么也不会，到被人称赞，过程就像云霄飞车，起起落落，但只要熬过，总有到站的一天。大家好，我是于心爱，平时的休闲就是看动漫。惊人的画工，难忘的角色，让我觉得画出这样的人一定很厉害吧。就在那天，我也想成为厉害的人，拿起画笔，带着想象力。虽然刚开始会被笑，会难过，想放弃，但哪件事不是如此呢？所以，加油成为所谓厉害的人吧。